重新念了，我也是超合格的。那你跟大家介绍这是什么饼？这个呢就是巧克力香蕉松饼。然后呢？小心有点烫哦。还有什么口感怎么样啊？口过了。妹妹口感怎么样啊？那这怎么做呢？肉还没尝。哦，还没尝哦。那你先还没。那你别开始啊。嗯。嗯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张先生，请你表达一下好不好吃？外皮酥酥脆脆的。嗯，然后呢？巧克力酱是热热的。嗯，还有呢？而且奶油看起来也很好吃。然后口感怎么样？很有层次。坚果是宽起的，是宽起的。那吃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完美组合。真的完美组合。好，我们いただきます，开动了怎么说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开始。